第一个生日巨舰蛋糕，巨俊业涂晒黑白照被吐重大噩耗。그날그녀가내게뛰어와서나를꽉안는순간나는전생의지구를구했나봐그래서현생의그녀와결혼할수있었나보다10月6号是大 S 的46岁生日，也是新婚巨俊业后的第一个生日。日前小两口才同步晒出为杂志拍摄的时尚大片，大 S 不止无视镜头大咬姐夫一口，巨俊业也用中文向大 S 甜蜜告白。老婆我爱你，드디어내마음이아직뜨거울때그녀와서로를지킬수있어졌다나의시간이많이남지않아서내가이생에나의자신보다그녀를더사랑하기로했다세월이지나도내눈속에있는그녀는내가24년전처음만난그소녀와같은모습이다그녀는나의가슴속에있는영원한소녀이다당신은내인생에나를밝혀주는유일한별이야大 S 生日这天，也请各位小心闪光弹，因为他们释出拍摄广告的花絮又来撒糖啦。姐夫来警告我说，那个就是你姐姐说她不要过生日，我说那可不可以不要过生日，那个家人一起吃个饭？他说我去问问看。然后姐夫又在跟我讲说，如果只是单纯的吃饭的话就 OK， 但你千万不要有让他看到蛋糕这个东西。咱们没磕到最新合体照，巨俊业却先发了黑白照。原来他接获同乡插画师好友过世噩耗。我非常喜欢以及尊敬的金正基作家，为故人的冥福祈祷。金正基是韩国知名的插画家与漫画家，获封速绘大师封号。设计科系出身的姐夫时常举行画展，今年二月两人也才因展览见面。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看什么看？